老婆，怎么这么长时间呀？不就拍个照吗？不是，我后来找不到你们，又没有手机，我迷路了。你们没有手机还是不方便，咱们把手机拿回来吧。你看看大家都在偷玩手机。是啊，那你发现没有，大家都在专注的看手机，忽略了身边的人哦。你看，我们一家三口，没有在看手机，我们都看着彼此，关心着彼此。爸爸说的对。来吧，我们来点菜吧。点菜。 这里鱼好吃，天上龙，地下驴，好吃不过简阳鱼。服务员，你好，我们想点菜。这边扫码点餐。我知道扫码点餐，只是我们没有手机。没有手机。嗯，好的，稍等。就这个点吧，我一会回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 爸爸是看到这桌子有点脏脏的，我刚刚在擦。吃饭吧。我去上个厕所。 小伙子，小伙子，来，慢一会儿，你帮我忙，帮我忙。哎，您说，您说，您说。那个我呀，哦，想转点钱。啊，他上面跟我说呢，哎，我得绑定银行卡。哎，我绑定了。啊，这还不行，你帮我看看。啊，大爷，这个绑定银行卡的意思啊，不是这样子绑定，你这样绑死了也没用。哦，那个绑定银行卡是这样，它需要身份验证。 身份验证，对，那是什么？就是要扫描身份证。哦，要身份证是吧？对。等着啊，我拿身份证。哎，手机摸起来真是舒服啊！哎，大爷，看看，你这儿拿来了。好。 等一下啊，先输入你的银行卡，然后再输入你的身份证来一个扫描。那您想转多少钱呢？上面有5万，就都转了吧。5万呢？啊，可不少钱呢。嗯，那接下来要您的密码。啊，我的啊，6206四。大爷，这个密码不能说出来啊，你得印在肚子里。你看我现在。 我有你的身份证，有你的银行卡，有你的手机，我又有你的密码。我但凡是个坏人，我把你钱全转走，你啥也没有。这位笑话了，你不像坏人。是，我当然不是坏人，但是这密码还是你自己输吧。我自己。哎，6204。哎，您这个给谁转钱？给我儿子的朋友。 儿子的朋友，对啊，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啊。那你不认识他，你给他转钱？我跟你说啊，他说我儿子遇到困难了，他都看不过去。他跟我说，您儿子不要您的钱没关系，您先把钱转到我这儿，我呢转给他，这样他就能收了，知道吧？这听起来，你要不要打电话给你儿子确认一下？确认什么呀？
确认他是不是你儿子的朋友，确认你儿子是不是有困难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子根本不接我电话，这也怪我呀。他小时候啊，我老让他上进上进，时不时还揍他，现在跟我一点都不联系。哎，大爷，嗯，我说虽然我并不是很确定，但这个很像现在流行的那种电话诈骗，诈骗你懂吗？不不不，你不就是你这个儿子的朋友很可能是个骗子，你相信我，这肯定有点问题啊。就比如说了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认识你儿子，让你给我转钱，能转吗？那你认识我儿子？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我就不能转，你就是骗子。不是，那他说他认识你儿子，你就给他转呀？他说他认识我儿子，那我当然要给他转。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，我但凡花点心思，我也可以好了解你的。是吗？真的，这、不行，哎，我不能让你转这个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小伙子，你不给我转没关系，我找别人转去。不行，你也不能够找别人帮你这个忙。哎呀，你给我。不给我报警了，我告诉你。哎，报警这个我可以帮你。你看啊，110，拨出。真在这骗子这么猖狂，你回来。你干嘛去了？你是去这么长时间，我们俩都吃完了。嗯，你快吃点。我觉得这好吃，你爸尝尝，也不是很辣。我去上一下厕所。你不是刚去过吗？老婆，你带儿子吃完吧，我在这坐会，我好累啊。那你就在这别动了啊，待会儿我们回来之后到这来找你啊。好好，走了。啊，爸，哼，嗯哼，打野啊！啊，是打不了野。可以啊。也是天赋异禀，加后天努力。上，放大招，放大招，打前排，打前排。是我在玩游戏，你瞎指挥啥呀？大家朋友起个哄嘛，也输不起啊。啊，自己技术是不是不行啊？不不不，还是不要不要。咋的？手机烫手啊？你说我不行，你来一局给我看。你这我就有点盛情难却了啊。小朋友，我要是赢了，你给我看2分钟邮件；我要是输了，你给我回3分钟信息，怎么样？行，你要赢了，给我充60点券；你要输了，给我买俩英雄。那这样输赢你小子不都赚吗？那输赢你手机不都看了吗？你这小子，成交。来啊，看好啊！正式的表演要来了呀！啊，开始。嘿，嘿，哎，输得这么惨烈吗？这么干脆吗？我奶奶都没有这么刺。你这手机的屏幕有点问题吧？我用不习惯。这个不算，再来一次。跟我玩这一招。嘘，别哭别哭，你哭什么呀？人家有个欺负小孩的。那你以为你干嘛呢？嘘嘘嘘，那我给你买英雄行吗？要不把点券充了吧？你讹我呀你！好好好好，可以，充。
冲。装好了，哎，你好歹借我用一下吧。金熊，我还不跟你试试。君子一言，说黄就黄了。等会儿我玩完的。给我用一下，我老婆随时会回来，她一回来我就用不了。一会儿的，给你。谢谢啊。怎么回事？爸，看有你手机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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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他还拿你手机打游戏，还打输了啊啊！我还给你送英雄呢，哟，不是英雄了，中路还是打野呀？我看看，等会儿，你平白无故为什么要送我新英雄？偷手机？不，不可能！我要偷你手机，我还坐着吗？不是不是，没有要偷你手机的意思。哦，不是要偷手机，那你是偷孩子？还有可能。喂，小朋友，我叫张不凡，承认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能够乱说话，这个在大人的世界里很严重的。我们的推理站得住脚，站得住脚。你看，站起来了吧？这是爸爸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事情真不是那样。别跟爸爸解释，跟叔叔解释。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，你让我叫你叔叔，我就有点夸张了吧？是不是？警察叔叔，走！什么？不凡，给我押上，走！送警察的，好，是，找警察，快！哎，你爸呢？爸爸，是这儿啊？上哪儿去？爸爸，等会儿他吧，你坐下。你又走丢了。对，我又走丢了。我跟儿子就原地没动，知道爸爸一定会追着太阳找回来的，对吧？对。玩得怎么样？太开心了，关键是没有手机就不用想怎么摆 pose， 你就沉浸的去体验那种快乐。所以我跟儿子做了一个决定，手机戒断，明天继续。啊！昨天真的玩的有点累，老公，要不然咱们今天晚点出去？不出去也行啊。我是说饭，咱们先在房间里吃吧。好啊，那我点个外卖。哎呀，我们又没有手机。爸爸出去买嘛，吃起来才有新意。行啊，想吃什么？昨天回来的时候路过的那家羊汤。哎，我想吃那个串串香。两个方向，要不选一个吧？都要吗？要吗？行，爸爸去给你们买。啊，我开心就好。那你快点啊！好，快去快回啊！好。哇，这么大！冰箱关上。好。我手都痒痒了，你呢？我也是。哎呀，昨天那么好的景色，一张照片都没。你发不了朋友圈，真是太遗憾了。我的同学都找不到我，还以为我都失踪了呢。你说这么大块冰，这要化开得多长时间？凉水冲一小时，开水半小时。爸不就回来了吗？你爸腿脚那么快。再说咱俩是帮助他戒断手机瘾，这是他回来看见咱俩先曝光，你说他能干嘛？还不得当场就放弃啊？而且咱们玩完了，是不是还得冻回这个样子？是啊，不行，必须得暴力一点。
天哪，演出的曲目换了，得重新排练。启航发这么多微信，为什么没人搭理我？我的同学都在忙着度假嘛。哎呦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对不起你爸了？你说他要是把自己手机一打开，不得崩溃了？我来喽！你们，淡定，淡定。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你们把我蜘蛛去买完，那么热的天我在外面奔波，你们在这偷玩手机。不，我们不是主要帮你戒断手机瘾吗？再说我真有事儿。你不就在意你购物车那些东西有没有变便宜吗？或者是朋友圈里面谁又发了脸 PY 的图，你准备嘲笑他？还说我重症患者呢，我可比你们俩都强，我可没玩手机。哎，说好了，如果谁一天都坚持不了的话，整个假期都不能用手机。我真有事儿，演出换曲目了，得重新排练。你看，启航找我都找疯了。爸爸，现在的孩子很讲社交能力的，对我未来发展有好处。说的都是理由，但也都是借口。妈妈，你可以打电话联系。儿子，你不是老想展现你孤傲的性格吗？现在正是时候。谁呀？段先生吗？哎，怎么了？几个当地人送来的，说是他们通过警方知道你就是那个好心人。好心人？嗯。抢我手机的小伙子，真的感谢你帮我解决了骗钱的问题。这个人真不是我儿子的朋友，差点把我一辈子的积蓄都骗走了。幸亏你把我手机抢走。再告诉你，我现在的密码啊，不是620488，我已经改成753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抢人手机了？哎呀，没有，我没有抢人手机。先看。谢谢你啊，大哥。我这男朋友的事儿，嗨，我前男友的事儿，碰着你就被揭穿了，真是手机带来的缘分。谢谢你啊。这个你必须解释解释哈。解释什么呀？你没看这个小桃心之间是有缝隙的，代表的是她和她男朋友分手，然后感谢我。她和她男朋友分手，怎么要感谢你呢？这小姑娘跟你什么关系啊？这个有点说来话长。那就长话短说。好，我一会儿跟你说好吗？还有，先看。这位先生，给您道个歉，给您造成了一些误会跟麻烦，在这里真诚的跟您鞠一躬。对不起，不过这个哥们儿，谢谢你的点赞和英雄，太开心了，您破费了。哎，说说吧。啊？小姑娘。那英雄和点卡呢？是因为有个小孩。小姑娘。这小姑娘，行吧，那我就长话短说。这事儿必须说来话长。你说咱们三个真的这么差劲吗？连一天不碰手机都坚持不了。我没有啊，理论上我真的一整天都没玩手机啊。你说作为一个现代人，是不是其实根本就离不开手机，哪怕连一天都不行？那这样我们岂不是就被他们操纵了？爸爸，老师说过，手机本身并没有错，错的是人们使用它的方法。嗯？老婆，我接个电话。我回个短信。我玩个游戏。
说好了啊，至少我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你不能看手机。怎么可能那个时候看手机？你在台上的时候我们只会为你加油，给你打 call。 我信不过你。我们都放儿子包里好不好？好吧，来。儿子，手机拿来。哎，也放包里。你的手机拿过来。手机放你包里。对。好。好了，那现在祝妈妈演出成功吧，好不好？来。好。一二三，成功。尽情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我把我唱给你听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晴朗的时光。我把我唱给你听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用我炽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脸庞。愿我们在一起吧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脸庞。怎么放了？刚刚还在这里的呀！啊，糟了！手机几天修好啊？三天。那这个假期就都用不了手机了？这个假期手机也不容易啊，还要泡过水，又冻过冰，连过电，还着过火。那倒是。哎，你说你能为手机赴汤，就不能为手机导火？老婆，我问你啊，要我跟手机掉火里，你先救谁？当然先救你了，你三天可修不好。怎么了？干嘛？给你，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妈妈好看吗？好看，这边。哦。哦，怎样？可以。这个要不要？太多了。哎，这里的花真香。以前你好像都不注意这些的啊。戒断手机48小时以后，
我终于可以发现大自然的美喽！